3×70的打击率，有一分的打点。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二垒后方的飞球，厉害，确实厉害，哇，被二垒手曾玉杰给捞到了。哦，边跑边退的过程当中，这个球最后被他给捞到了，形成两出局。哦，第一时间往后退的时候有点不协调，是，但最终了哈，还是跳了上来。那这种平飞球能够掌握下来哦，那对于守备的贡献度非常的高。嗯哼。